因为之前那个评价一直都不是很好，有没有？然后春马自己又说他自己不敢看这一出，然后我之前，哎，我之前其实有在电视上看过，然后我看看觉得还不错啊，只是觉得春马就是演得蛮激动的，但是他里面那个巨人真的很可怕欸，我有吓到，因为我也不是这个漫画，我也没有看过漫画，也没看过动画，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他的原本故事的在演什么，所以我昨天，昨天还前天有看，而且我是上下集一起看的嘛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还不错啊，而且春马在里面很可怜欸，他在里面，哇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他有那种被导演整的感觉，就是哇，真的很辛苦欸，他真的很辛苦了，才拍完进击的巨人，结果被大家掀成那样，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蛮难过的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啊。如果说你没有很，没有很忠于原著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是还 OK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